牛精，有冇搞错啊？正话我出嚟嘅时候明明叫你执下啲书噶嘛，点解而家仲咁乱噶？小虎被奸人暗箭所害，而家大灾大劫啊！激死我啦！我就真系俾你激死啦！快啲同我执好佢啊！系咪通人多阵都唔得啊？而家系危在旦夕喎！话咧，彤彤。妹子，乜我画幅画好差咩？都唔知啊！啲老师识唔识欣赏噶？咁都唔可以贴堂嘅。哥哥，你嘅意见就最中肯噶啦，你觉得点啊？好靓咧，睇过啊！哇，呢幅咩嚟噶？史宁画嚟噶？你个死臭妹子啊！俾翻我啊！我嚟搵屎又臭，你番薯蛋挞咪走啊！你都蒙眼光嘅，咁靓嘅画边似屎喎？你屙我啲分分钟仲靓过佢啊！呢一幅画最大嘅功用系咩呢？就系垫底。你就伤啦！欣赏噶，不知几靓啊！大佬啊，你画到咁屎啊！以后咧，我呢个未来漫画店嘅老板娘点将你啲漫画放喺我间铺啊？乜你讲真噶？我当你讲笑咋？我梗系讲真噶啦！以后咧开咗漫画店咧，就唔使再睇过期漫画啦。等你开到先算啦。啊，即系你唔信我啦？信我会开漫画店啊嘛，我就将你皮屑抌落湖。唔好啊！我求你放过佢啊！你求我，你求我啦！唔好，我求下你啊！我求下你啊！你真系抌噶？小心噶！执翻啊！你自己慢慢執啦。你啊，喂，啊，快啲！呢只，唔係啦，呢只，你上次瞓覺就食多啲啦，呢啲。你先瞓覺啊！提神啊！佢又瞓覺啦。佢成日都瞓唔得噶啦。你上次爭我錢啊，我噶。喂！我跳舞冠军冠军啊！我跳俾你睇，我唔系咁跳噶。我哋出嚟倾啊！翻去睇你黄小虎啦，就嚟死啦！喂喂喂，嗰个明明 DJ 美子，美子姐，喂，傻哥哥，你识唔识佢啊？我识啊，仲可以讲，讲嘅，你讲啦，你讲啦，系咯？点解你知道我喺度开漫画店嘅？上次翻嚟嘅时候咧，阿妈话你可能喺呢一带开咗间漫画店，咁咪过嚟揾下咯。点不知你真系喺度？咁你媽好嗎？我媽我媽幾好嘅，幾好噶。阿媽話咧，去台灣讀書好喎，嗰度嘅書本水準比較高啲啊。你就好啦，有機會出國讀書咯。咁你咪冇乜機會翻嚟咯。放暑假嘅时候咪翻嚟咯。咁你话开漫画店噶嘛？请我做员工噶嘛？系咪真噶？梗系真噶啦！我心仔妹子讲得出做得到。喂，话时话你嘅梦想真系做漫画店员工噶吗？有咩梦想噶？
其實我想做 DJ。DJ？ 咁你邊度都可以聽到我把聲啦嘛？黐線！如果台灣聽唔到馬來西亞電台嘅？彤彤，多谢你呢段时间一直陪喺我身边，多谢你。诶，系咯，你今日点解无端端嚟揾我嘅？系啊，我今日嚟揾你咧，其实系有啲嘢要俾你嘅，我结婚啦。别致啊！喺呢个附近做嘅啫嘛，以后你可能可以去揾佢嘅。应该都冇咩可能噶啦。哎呀，个颜色衬到都几靓啊吓，应该好贵噶喎。啊，李世明系嘛，都几好听啊个名。哎呀，其实咧，我好想问你一样嘢，点解你会开漫画店嘅？哦，开心啦！好彩你当时有冇开咋？如果未蚀到你摊摊腰啊，边仲有时间揾咩雨衣郎君？咩你细妹？咁又系喎。哎呀，我赶时间啊。有人等紧我。哦，我走先啦。嗯。你会嚟噶吓？会。咁我走啦。好好好，得。拜拜。得。上幾集我都冇出，你好多集你都冇出啦。咁彤彤咪好慘。咁啊嘛，最好聽。啱聽嘅歌曲咧係來自 Manhattan 嘅 Latido。咁接落嚟咧，要將以下呢一首歌咧點俾一位我近期見翻嘅朋友，好耐好耐冇見，但係竟然見翻嘅朋友。有啲人咧，你好想見翻，但係偏偏就揾唔翻。你以為見翻佢嘅時候？有很多事可以跟他說，但是原來不是的，那個場面是尷尬的，大家都不知道要說什麼好，可能是大家都成長了，所以話題都不一樣，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朋友呢？有很多事呢是講 timing 的，就是時間過去之後錯過了就錯過了，總做但雖然是這樣，但是以前的承諾呢都還可以好像一首好聽的歌一樣，在我們回憶裡面有我們回味啦。即刻将一首歌送给这位和我交换梦想的朋友黄小虎，不只是朋友。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，你总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